体验馆，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第一个关卡。我们已经 stand by 好了。一个人干杯，知道怎么玩吗？我们还是比较想好奇的，就是那个边缘人在哪里。太边缘了！噔噔噔噔噔，意思不是？哎，我这样子有画面吗？没有画面啊！啊，你边缘了，什么画面？我边到边，那边拿包包。他不会，你再去找小过来。好了，你不要。你不要干扰我们录影，不要干扰边缘人，安静。我们先做主要事情啊！来来来来，过来小孩会打你哦。限时一分钟，你们要把这个杯子移过去，叠成金字塔。好，可以哦。可以。好了，我们第一组已经就位了，预备。好，开始。先一分一秒过去喽，过去喽。这个游戏是送分题耶。送分题。送分题，然后排成金字塔哦。金字塔是321哦。对呀。好，现在时间，时间不是。哎，旁边有没有线哦？时间过了一半哦。哎，那个压到线了，是不是很掉？啊！哇！开始要倒数，开始。哇！你没鬼啊！拿起来。现在时间来到，秒了啦，完蛋了！打劫，打劫！好烂啊！主挑战，欢迎瓦高，欢迎瓦高，对，加上面一点，加上面一点，欢迎瓦高，欢迎瓦高，亲切的瓦高，欢迎瓦高，记得你抓绳子的时候只能抓红色，夹在那我后，开始往后，欢迎瓦高，哎，出去，冲出去了，他们就很灵活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了，准备喽！接下来镜头是我们的第三组。你看我姐没有？哎，紧张紧张啊！哎呦哎呦，你姐啊，卷比较上。他们是采取比较 cup 加 cup 的方式。紧张啊！这超紧张的。这么简单的东西。哎呦！哦哦哦！他们可以。没了，我们会过了，我们会过了。